却又如此捉摸不定，还是想靠近，暗自的窃喜，引起你注意，不假掩饰的小情绪，透露爱的讯息，说喜欢你，点到有点腻，其实真的只想说明我的在意，谁家染过的风都变甜了，心脏还要怎么负荷你的笑呢？被你自然化的梦醒不来了，幸福哪怕多点曲折，牵你的手依然是我，依然是我。快吃吧。哇，孙宇是不是已经走了？嗯，刚一大早就出发了。欢欢，我决定了，我要留在海口。你之前不就这么想的吗？之前我一直在犹豫，我妈也在催我，但是这次我完全决定了，我一定要留在海口。为了孙宇啊？嗯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没事儿，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。最近舞台剧不是快要开始了吗？我觉得你可以先从舞台剧的采访入手，反正我也在，我还能多帮你点。行，但是我希望这次你不要帮我。我想自己锻炼一下自己。行。赶紧吃，赶紧吃。嗯。欢欢。欢欢。哦，这个。你过来一下，这边试一下邢川的戏。我刚刚听你。行，那我回头跟你们说啊。这边试一下邢川的戏，开始。你为他做了那么多，他可知道？学姐，他的声音确实很像，所以他就是地灵公会的苏九傲了。没想到地灵公会的负责人也是我们的同校同学。梦中楼上月下，站着眉目依旧的你啊，拂去衣上雪花，并肩看，天地浩大。谢谢。想必这是地灵公会的苏九傲九爷了，久仰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欢迎严重了。之前呢，我一直隐藏身份，是在下不对，还请欢迎原谅啊。九爷也算坦坦荡荡。不像某些人，邢川这个角色非九爷莫属了。好，欢爷果然大气。欢欢，那邢川就定苏傲了。嗯，那我们先去忙了。啊，先看词儿。拜拜。拜拜。欢，看到没有？可生气了，是不是要瞪你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别再装傻，张罗戏了，道歉解释。撒泼打滚求原谅，能用的全都用一遍，你知道装傻一时爽，追击火葬场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好了好了，妈，我知道了，行不行？我先挂了，不说了。
小姐啊？我妈整天都逼我相亲，她跟我说那个王叔的儿子在全国500强行业，我都快被她烦死了。啊，阿姨这是在逼着你相亲啊？嗯，可是我已经跟她说过小雨了。阿姨喜不喜欢孙雨啊？她说小雨一没车二没房。黄欢，我好难啊！快看快看，是神级校草，校草竟然决定出演舞台剧了！天哪，太帅了吧！哇，一白哥哥好帅啊！一白哥哥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了一枪，砰！哦，不行不行，我晕倒了，倒在哥哥的胸膛。几个菜啊，喝成这样！雨欢，我的三次元女神；烟沈长欢，我的二次元女神。简直是梦想照进现实，妈妈，我圆满了，我圆梦了。哇，校草和校花看起来太配了一点吧？我磕到了，我要站他们 CP。小小，你怎么还没来啊？倩倩公主，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肚子特别不舒服，实在去不了了。你要相信自己，肯定没问题的。啊，行行行，那你好好休息吧。各位领导，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下午好！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舞台剧《帝女长欢》。我们肯定有疑问啊，我们有成熟的小说受众和正在热播的网播剧《珠玉在前》，我们的海京大话剧社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演出呢？那么，请大家接下来欣赏我们的表演，谢谢。演出服装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怎么能弄脏呢？现在都已经开始表演了。我们上哪儿去借汉服？你说现在怎么办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哭也解决不了问题。这样吧，先把衣服拿出去想想办法吧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衣服是要弄干净还回去吧。谢谢学长，对不起。去吧。你也别着急了，放心吧，这点事情包在我身上，肯定给你解决。你有办法？当然，保证完成任务，放心吧，领导。走，那快走吧。月月，小月月，闭月羞花、沉鱼落雁的月月小公主，你借我们俩的汉服吧。我们剧团的小姑娘把汉服弄脏了，乔一白他们已经在台上了，十万火急啊！苏啊，你怎么还这么油嘴滑舌呢？哎呀，小月月，你最好了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哎，你想不想乔一白跟你剧团拍照？我跟你说，你借给我们衣服，我一定让他过来拍照。我信你个鬼！你看乔一白哪次理你了？你就借给我吧，真的，你最好了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啊，孙儿，你也太厉害了，跟前女友借衣服还能这么顺利借到。前女友怎么了？我们可都是和平分手，分手之后还是朋友嘛。再说了，本来就是因为合适才在一起，分手了只能说明不合适，可不代表什么。好吧，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，不过这次真的是谢谢你了。
不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没事儿，社长如果真的想感谢我的话，不如和我一起吃个饭。哎，社长，你怎么那么快？明天也行啊。就还是谎言，这黄粱一梦该醒了。动手吧，千兄，别以为我不敢杀你，骗了我这么久，不会放过你的。刚才那句词儿台本上没有啊。哼，这个余欢让乔一白在向他变相表白呢。哎，你说是不是他俩真的好上了？他俩呀肯定都已经爱得死去活来了。哼，就我单身啊。那你看我行不行？走开。好嘞。恭喜二位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多谢太子成全。我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了。当时你假装被俘虏，却迟迟不肯动手，我就断定你对沈长欢动了情。江山盛世，我定会好好看管，绝不辜负二人情谊。此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，太子，望多保重。就此作别，后会有期。山高水长。山高水长，后会有期。在这世间，再无公子与将军，只有一对平凡的夫妇。你有遗憾吗？遗憾什么？从前，胸中有万千江山，如今只剩我一人了。这世上，江山终究还是江山，而你。是我前世今生，倘若有来世，都想守护的人。回头望，虽历经坎坷，但现在能伴你左右，一切都值得。再来一遍。
我亦是同样的选择。我亦如此。让我们对日期时永不相负。永不相负。恭喜恭喜啊，你们演得太好了，大家辛苦了。哎，没有没有，你们太辛苦了呢。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之后配音也更有感觉了？我觉得确实演得挺过瘾的，比配音好玩多了。简直是看得太过瘾了吧。你们两个呀，真的是本色出演了。哎呦，学姐你看看这俩是什么人呀。我们赶紧走吧。那我们走吧。没事，挺正常啊。走吧。改词为什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？欢欢，我刚才说的都是我一直想说的。秦修对沈长欢的爱也是我对你的爱，不信的话。真好。什么真好？原来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啊。没想到他们俩演了这么一出戏，乔一白就这么轻易的放弃我了。不过他们俩确实挺郎才女貌的，哼！就算乔一白现在追我，我也不稀罕，我才不在乎呢。干嘛不说话？怪不好意思的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不就是谈个恋爱吗？有你在。我什么都不怕。必须的，小宇宙。欢欢，你真是一点都没变。当然了，小爷从小就行侠仗义，不会变的。我到了。欢欢。好喜欢你。我怎么会有一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觉啊？这突如其来的一盘狗粮到底怎么回事？谁让你们一直说我是单身狗的？我现在算是还击。好。
好好照顾我们家欢欢哦。走了。喂，明天见。好。你小子不来训练干嘛去了？队长，我有些话想私底下跟你说一下。那你先去忙吧。走了，走了，去吧。说。是这样的，队长，刚才苗苗跟我说，乔一白跟于欢，挺好的。那我能试？没事，走吧。想你了，所以就连夜赶回来看你啊！你看，噔噔，都是你爱吃的东西。千里送早餐，好困啊！欢欢欢欢，你过来一起吃一点。我才不吃狗粮呢，我有我的爱情早餐。那你的爱情早餐怎么还不来啊？关照嘛，吃呢。来。啊，好香啊。乔小白，哦，你马上就到了呀。哦，我等你，我等你。我来。乔白，欢欢，饿坏了吧？我的爱心早餐呢？穿这么多不热呀？那，你不会是怕包子凉了才穿这么多的吧？
走。这绝对不是我认识的乔一白。快吃快吃，出了这么多汗。太明目张胆的秀恩爱了吧？他秀给谁看啊？你应该赶紧把乔一白抢回来。你想太多了吧？喜欢归喜欢，以前跟于欢的你追我赶，也是出于乔一白单身，我们也算是公平竞争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呢？他们俩已经在一起了，我要插足的话，不就成小三了吗？嗯，也是啊。再说了，像我这样聪慧美丽、可爱善良的小仙女，多的是人追我，我还非得乔一白不可了。就是，我们倩倩这么好看，她一个乔一白算什么呀？走，我们去吃饭。走。请教你一点专业性的问题。哟，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我们的乔大校草也有请教我问题的时候。一点私人的，乔大校草私人有什么问题？难不成是那个问题？什么问题啊？是那个方向的问题。都是哥们儿，有什么好难为情的？我都懂。俗傲。哎，不是，就是想不到我们海京大校草也有这么一天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说吧，人尽皆知，我俗傲，面慈心善。就喜欢乐于助人，既然你都开口了，那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我就是想问，怎么样跟喜欢的女孩谈恋爱？原来我们大校草遇到的棘手问题就是这个呀、啊？不是，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个问题，你找我，就是找对人了。首先呢，这谈恋爱跟打棒球是一样的，不能太着急，要一垒、二垒、三垒循序渐进，然后咚，全垒打一把就把对方抓得牢牢的，懂吗？这谈恋爱跟打棒球有什么关系？哎，这就是我们业界的术语。你听好了啊，这一垒呢，就相当于恋爱里的牵牵小手；二垒就是 case， 这三垒就是可以近身了。这一拳雷打嘛，就是啊，不是那个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那个工会还有点小事，我就不陪你去教室了，兄弟。后会有期，拜拜拜拜拜拜。苏啊！还找孙宇了，这个周末不能陪你。你要是无聊，可以找二十四孝好男友渡过难关。女大不中留。喂，乔白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想你啊。我也是。你在哪儿啊？欢欢，你
现在起床了吗？起了。那我们可以去吃饭、逛街。黄黄、倪明儿，看电影。嗯，看电影。好的。那你在哪儿？我去找你。我在你家楼下。啊？直到要往向前跑，忘了一个人会寂寥。群聊，一想你心就砰砰乱跳，只想跟你步调。一个吻突然让人绝笑，拥有着后知后觉的美好。你来到就是给我讯号，被爱选中了，谁都逃不掉。希望我不是爱问绝笑，你的好怎能轻易就从身边消失人潮，此刻不要被别人打扰。喂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就是胃有点疼。你知道的，过段日子就会疼那么几天。那你多喝点热水啊。哎，